二级读读二读二，在 L M N 三种之间的 L A N 三种之间的分别取 O A 线段等于 A A 上线段 O A 和 A A 杠。三角形 LB 或者像是三角形 A 吧 O B 吧，因为 AOB 角 LB 会等于角 A 吧 O B 吧，因为角它们是共角，所以在这边画三就画了一下。然后 OA 框是 OB 框是，所以三角形 LB 和像是三角形 A 框 OB。因为他们 SAS 这边后面讲 A， 然后这边一比二，一比二成比例 SSS， 所以代表 AB 跟 A 杠 B 杠也是一比二，然后下面这个是什么？跟这边这个图一样，从 Leaf 跟这边 EC 跟 Leaf C 杠也是一比二。第三个图，小的三角形是大的三角形的几倍数。